如果是代糖，像这种 zero 嘛，对对，代糖，我的建议就是，假设你今天比如减重是3个月，你就是要拼了这样子啊，卯起命来拼了，我觉得你可以用代糖是很 OK 的，就是减少那个热量，然后甜，口感又甜。可是如果你去看那个研究实验，常态去看做代糖哦，就是作为一个饮食的甜食的来源哈，不会减重的啦，因为我上次看一个新闻报道，就是那个代糖的可乐跟那个一般正常的可乐，代糖的反而会让自己更胖哎，对，因为它会让你长期，对，它没有办法回馈你，所以你会觉得你吃不够多，所以它就在老鼠试验里头了，就是它你这样子吃下去，它就觉得你没有饱足感，它就会刺激你，结果吃更多的东西。